观众，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开始演讲《见性成佛》这个庄严解脱的法门。那么，今天已经进入了第八天咯。在这段演讲《见性成佛》的法门以来，听经闻法的人非常的踊跃，个个法喜充满呢。有真济人已经有见慧性入来啊！家注意恭喜，如果那阿未见性人，注意也阁是呢，爱好努力精进哦。因为啊，咱们心是佛道，未当远离见性啊。唯有见性，才是呢，为凡夫进入圣人之流以外呢。哎，你注意明辨吼，好，注意听哦。今麦呢，要运用一个开悟正果的圣经呢。伊开悟正果非常特殊啊！伊就是为这目睭的见性而开悟，为这耳根听闻外口声尘而悟为性入来。吼吼，那么伊开悟经过如何呢？来，咱念出伊开悟正果理论甲方法，伊法语安尼讲。见识不为色尘染，闻声当知随闻声，如能认出是何物，生性生还尽无言。诸位应该清楚吼，这意思就是讲，这个禅师啊，那么当伊看到外口一切性色尘呢，伊知色尘当下是幻化，是不可得的。是空性的，是无自性的物件，是无常的物件。何况来自这一切色尘呢？拢总是呢因缘而合合啊！了解也不可得空性啊，所以未染一切色尘，包含着五欲六尘之境呢。人事物哦，财色名食睡，一切境界呢，拢总是因缘加合合。所以当下是幻化空性，伊心未去染伊啊，我这个空性呢，然后无染尘而进入这个大光明中以外，哦，所以会用修行人目睭看到三湖大地，看到一花一尘一物呢，伊有悟性以外，哦，因为见识而显性，功夫在这所在，哦，佮听好哦。那么这个禅师有一次呢，伊出外出去弘法布教回来啦。然后在途中呢，有听到一挂呢路边人讲一挂五四三的话啦，讲一挂刺激性的话，讲一挂呢伤人人身攻击的话，敢骂到外歹听呢？讲这个啊，出家人啊是社会上的美谈啊，出家人是大本乞食，出家人。身体勇健健，唔爱去做工课，哦，逐工伫自禅念佛度饭安去食耳啊，哦，因此呢，佮刺激就对，讲较无听，用只恶毒的话，佮刺激佮骂啊，诸位啊，不愧是一代的圣经啊，听完只刺激的话，人身攻击的话，不但无恼怒，不但无呢起烦恼心。而且当下呢，就哈哈大笑啦！吼吼，注意啊！为何伊哈哈大笑呢？
伊不列不但能转一切人刺激伊的话、攻击伊的话呢，同时因为这个声频传到伊耳边入来呢，因此呢，触着伊的如来众生。哦，当我见着伊本性，现在讲闻声哦，当知属于闻声啊。听到这声音，人家骂大粪去食米糖，哦，社会上废物、不祥之物。哦，闻声当知属于闻声，听到这声音到底是谁聆听？什么人去听？听的人是什么人？属于闻声。哦，会修行吗？会修行的人就是安尼啦。未修行的人呢？哦，你个错、个酸、个娇呢？伊不但无得转境呢，当时又境界转个团团转，反倒等下反是你出家人呢？哦，反咬他两口、三口，反就拍起来。这出家人不但无恼怒、无起烦恼、无真恨心，反倒等下呢，哈哈大笑啊！骂伊只话，只话声震呢，划过虚空呢。传到耳边呢，当下就变成一般。闻声当知谁闻声呢？什么人去听？听的人是什么人？嘘，啪，触着伊的本性一般，当下变成幸福。你想看卖啊？所以想修道，未想修道呢，拢总是未讲呀。如果我伫街头巷尾伫遐行路，伫公顶等下哦。你甲如本法师安尼吵安尼叫安尼酸呐，吼，凡事咱两个都拍起来啊！不但无法度转境，不但无法度呢，闻声随当知随闻声，即做未到以外，功夫无到遐，因此呢，凡事咱两个都真拍强起来呢，好是不是啊？所以会修的人啊，拢总是呢，即个命工尔，看闪会过，客会过，摄会遇未？那摄会遇你啊？给你恭喜咯！闻声当知随闻声，这句话是所有的话里底呢上重要话，佮话出了后你开悟正果啊！哦，所以这个禅师在这里听到声音触到伊的自性时阵啊，当下世间忽然欠一人伊啊，超凡入圣入去啊！因在讲。如能认出是何物，哦，生性生还真无言呐。如果你能，哦，见色不为色尽染，闻声当知，哦，随闻声，你我都悟出你这如来众性是生出什么款呢？哦，伊意境如何？你回有你的本来面貌啊呢？哦，生性生还真无言呐。讲你生性嘛唔对，有法定；讲你是凡夫，当下无见性啊。哦，何况凡夫跟圣人拢是假名一个名相而已，伊本来是幻化虚妄的，唔是讲生性了后，哦，生得三条六臂，飞天遁地；生性了后，就结一丝丝啊，较重，比人较有分量。开始，生成了后，成的物件是不可言算的。咱有问叫做啥呢？言语独断，哦，心行处灭，哦，如人饮水，凌乱自知啊。哦，所以成也讲是乌红的青白，三角六脉，甚至是长高型的四角形的呢。而这人并无见性，因为成者呢。无形无色啊，无形无色，这个看未到的、听未到的物件，就是不生不灭，会咱复生啊。哦，虽然无具备多生累劫的善根、福报因缘，那是强耗所有这个慧根呢，是无可能见性。见性有无量功德，无量功德哪里是一般泛泛之辈所有当见闻的呢？所以不管见性成佛的法门，一百个内底难得几人会当相应啊！
一般拢行咧消灾解厄路线，一般拢总是呢讲因果、讲业力、讲往生净土的道理，一般拢讲是人天的果报啊。哦，所以借着种种因缘生息、雄厚的善根以后，才能够所谓的呢更上一层楼啊，来变成生物啊。哦，所以为安怎自古以来见性的人非常的少，原因就是呢，爱具备多生累劫，有雄厚的所谓的善根福德因缘，那是福报智慧愿力种种成熟，也才能成就了见性这庄严的属性呢。哦，我开悟圣经这语录呢，搁念一遍啊。哦，红出界开悟呢，哦，红酸酸甲，伊阵见性呢，红恶骂，用人身攻击攻击甲呢，伊阵成就佛道啊，这无达口罩有诶啊，无你用酸看卖，红调看卖，你用调你甲地，真心心压起来，武士刀，这阿拉呢就偏去啊，是不是啊？无唔对啊，来听好。见识不为色尘染，闻声当知随闻声，如能认出是何物，生性生还尽无言。诸位有看到无啊？是讲咱逐工伫这世间呢，看一切千罗万象，看一切人事物，看所谓呢一切三福大地啦，看遐尼济啊呢？你见性未？听遐济美好声音，遐尼呢美妙的音乐，你开悟未？甚至听人呢，甲你耳朵赞叹，拍遐济破瓦声呢，你听了开悟未？甚至人甲你笑骂，人甲你所谓呢用恶毒的语言人身攻击，你听了有见性未？好啊，一旦你面床头啊，一旦客厅啊，一个正式的所在，好思考这问题。人看甲会开悟，听甲会开悟，是在这人都心里就收来啊。法门用了掉啊，临门一踢而已。万言继续危险东风安尼尔。唔，你看卖啊，听遐人之话啊。听遐人恶的声音、善的声音，今仔日开悟未？看遐一代志开悟未？真是惭愧心大掉啊！所以讲见性、见性，其实见当下就是性啊。来听好，见即是性，离性不可见；性即是见，离见无性。见性不疑啊，诸位有看咧吼？像咱见性、见性，其实见性唔是两样物件哦。你连见即当下是性之见，所以见即是性啊。啊，离开性不可见啊。如果离开本来面目，离开呢大光明藏，离开了佛性，还佫连见的位置呢？魔衰哦。邪见，所以一定是呢，当下所谓见即是性，离开呢所谓性呢不可见呢，百分之百正确。换作等下讲，性即是见呢，离见无性呢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性在见呢，啊离开性哪里有见可言呢？可见离开这性呢，你见不得，也无从见起。这完全是性的作用而已。讲这见见，也还是呢性的分别啊。离开性的分别，离开性的觉知，哪里有见有性可言呢？伊重点在说这所在，这见即是性，性即是见，见性不二啊。最好的地主爱了解这点啊。好，注意听好，他一句讲讲。见色不为色尘染呢，是好庄严啊！这是一个开悟正果人，伊所经过、所体验讲出来话，
是过来人的话，是见性之人，伊讲出来高低一位啦。为安尼讲？因为色法本来空性啊，当下伊色就不染伊的性啊，伊的性就未染一切色啊，这是一定的过程啊。吼、哦，咱人无共款呢，你走街头巷尾过就好啦。你甲看，当下你上房的时阵呢，哇，你脑海来。看到真多真多轿车，看到外口的高楼大厦呢，哦，看到风男日女呢，哦，看到外口人在乎呢，哦，你心内你摇摇手摇摇手啊，梦想纷飞啊，哦，迄款虚荣的心能走出来啊，因哪里讲所谓见色不为色尘染呢？你用色尘染了啊？哦，这是几歹解呢？种修行修到心内无相、无尘、无净，一尘不染呢，真正要多生累劫修来，这绝对唔像是讲讲的。所以修道唔是口号啊，要付出行动，含这个清净法、涅槃法相应才对啊。所以这习气是非常厉害啊，明明无一个想伊，你心就尿尿啊尿尿啊。你明明的都不爱跟伊相应，偏偏呢，你习气就底下呢，就加滚啊，哦，我的心不由己啊，所以习气真麻烦呐、啊。所以如本家讲一句话，修道爱刻意，修道爱付出呢，骨啊背功力，加这耐性、毅力呢，走到顿顿都成为叫习气啊。所以个人家讲一句话，好、哦。你对这习气呢，唔通姑息养奸呐、啊？对你的习气唔忙客气哦，你啊客气到你习气呢拖地拢去啊，和你习气呢，哦，无家团团转，心魂咁么颠倒啊？习气歹积毒啊，哦，习气啊歹顿断呐，好啊，顿断起来，咱都袂伫六道中轮回生死啊啦，所以千万爱一记。唔忙对你的习气呢，姑息养奸呢？哦，咱多生累劫都拢含这习气呢，去做兄弟姊妹呢？这来来往往，这交情呐，哦，伫遐所谓呢，伫遐呢互相握手啦，动不动就使性地，动不动就习气流露，拢含这做朋友。啊，你唔捌呢？见色不为色尘染，你拢都唔捌。你拢敢设定严格，何里呢？实在无法度做主啊！所以千万茫敢这习气呢，来客气哦，客气里头呢，和扭个东西南北，安尼团团转，永远在生死轮回啊！哎，就了解吼。好，那么你想看卖啊？阿罗汉都是气啊哩，何况凡夫众生呢？你无听你？经典讲啊，去阿罗汉去台顶去讲经说法哦。哎，这边有阿那多主的水族那呢，哎，一看水族那习气，弄一个瞄一下，目睭个缩一下，好、哦，啊，才开始讲易经呢。可见呐、啊，阿罗汉都同款够有习气的，何况阿未开悟证够凡夫，哪里伊无习气可言呢？一个有诶。所以你无加倍用功，哪里如何顿顿你的习气呢？绝对无法度啦。所以希望注意呢，在修道过程啊，千万爱记得，爱提起你勇气，修道耐性，修道毅力，哦，修道勇猛，提起八戒大智慧之剑，爱慧剑斩生死啊！哦，不然为啥呢？你姑息养奸，包容你习气呢？为非作歹，任性呢？我行我素，常常咧经书话呢，卡鸡买沉沦生死啊！所以千万茫对你习气呢来客气哦。所以有人一关两家两家人，迄习气较重哦。迄讲话明明个查甫囡啊，讲话扭扭捏捏呐。一寡查甫人的生长都无啊，讲话是完全的，该女性化，即款人习气拢该重。
尤其你看泰国迄款的男妖啊，查甫人，佮当作女性呢，而且变装作女性，这明明就是极严重。人女转男性就不容易啊，佮反倒等下做男妖呢，哦，这真可怜咯。所以这以后啊，要争论过偌久的呢，嘿，就无得去计算年久啊。哦，就真多吼。所以人女转男性啊，哦，受苦也是呢。所以呢，做男性就无容易啊，哪里自己呢，愿意抛弃做男人的机会，佮有一个女人抹粉点胭脂，佮交耳钩，哦，穿个内衫内裤拢女性化，这完全的是变相咯。哦，讲到无听，变态变态，有问题。这关要收到吗？开悟证佫遥远的咯，麻烦咯。所以习气咱千万唔茫甲伊撇去。哦，习气千万唔通呢，甲伊只博感情呢。哦，收到顿断这习气啊。哦，你看，在成佛了后，佛陀的声音叫做尊慧音啊。哦。啊，个深弯音嘛，缓音嘛，哦，啊个不如音嘛，哦，所以佛祖恭敬说法是非常庄严哦，哦，那么伊绝对无有这女性的声音，迄个扭扭捏捏呢，听你家己讲起叫要赔，哦，这不足为大丈夫啊，这个不如音嘛，哦，八音内底其中一音就是这个所在，非常的尊贵，听你家己啊。非常的庄严，听你家己即卖人讲有色受力啦，很有磁性，互你想要一心向如来正道来修开悟正果啊。所以这声定，咱咧恭敬说法也好，平常时间应对也好，你的声音要讲诶，爱锻炼哦，较庄严咧。因为声音嘛，讲你家己好听咧，人人拢吸来，人人入怀入来呢，爱就明辨吼。好，去听哦。那么在修道当中啊，性也好，文也好，其实呢是唔是两项物件啦？来言讲，离文无性，离性无文，性即是文，文即是性，文性不二啊。诸位有看咧吼？这是针对了讲。文性当知随文性呢？当你听到声音的时候，是啥物人去听？听的人是啥物人？讲这文性不二的道理，讲离开文，并无这性呢。那么离开性，并无文呢？因为呢，性即是文。文当啊，就是所谓性，这个文跟性不是两样物件哦。好，甲你讲甲真清楚啊。哦，文去听，听是啥物人？你无有这个性呢，哪来灵文呢？哦，所以讲这个文当啊，就是性，离归性呢，文不可得。文性当啊，不是两样物件。如果这副的弟子阁不能看穿这点、认识这点呢，你见性无门可入矣啊！诸位要清楚无啊？这非常要紧哦。好，总共一句，这个、开悟性经就是由这见而开悟，由这闻而开悟的啊。因为我这见闻这个物件本来就无形无相，但是无量的妙用。伊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为你服务，为你呢做真侪工作，为你呢来来去去呢做出了真侪功德，你老人家有会了无？今日南，三人带你去南；今日走去北呢，三人带你去北；今日走去华莲呢，去弘法报告，三人带动你去。迄、那个无形无相，即如来众生。伊带你去个呀、啊！如果无这如来众生，无这佛性呢，哪里无缘无故就走去华莲，走去台北，走去高雄，走去台中，哦，走去台东、华莲、宜兰，
啊，走台南，伊哪里去啊？无可能会去啊！但是这看未到，望未到，杀未到，这无形无相，微妙佛性带你去的。开悟祖师修道，就在这见闻的状况之下，又见又闻，悟性入来，安尼就了解吼。所以开悟祖师啊，那么伊既然能将这见而入道，由这闻而悟性入来呢？伊有在调，咱也是有在调。想讲咱文明三千大千世界观世音菩萨就好啦。伊就是为这闻性呢，而悟性入来。听到这海调音，哦哦，虽然外口的海水那沙沙叫、轰轰叫呢，有生命，但是呢，伊这个佛性并无生命啊。哦，外口三无大地有生命，伊佛性无生命啊。外口这花蕊有生命，在时啊花开黄昏的是花谢，花开花谢有生命，伊佛性无生命啊。哦，伊身躯有生老病死啊，伊佛性无生死啊。外口声尘有生命，伊如来众生无生命啊。哦，有春夏秋冬变化，伊佛性无变化。外口喜怒哀乐，但是心并无被这喜怒哀乐所转啊，自性如如不动啊，悟性入来啊。会修道人嘛，就如本讲这话尔。哦，所以今仔讲完了后，毋忘大家以后真正会晓看物件，真正会晓听物件。会晓看物件，会晓听物件，才是修道真心性庄严入门之处。哦，上至观世菩萨，下至多多少少开悟圣经，又见又闻而悟性入来。过念一遍哦，听好。见识不为色尘染，闻声当知随闻声。如令认出是何物，生性生还尽无言。好，所以已经了解开悟祖师法义了后，咱要讲话哦。其实你我大家拢有这佛性啦。哦，如果无佛性，都不会讲啊。既然咱人人平等，人人拢有佛性。有佛性都可能见性的成分，何况你这环境佛祖讲啊，大地一切众生呢，皆有如来智慧德性，只因妄想无明哪吒佛祖啊。哦，如果那无明妄想呢，无佛祖无困住呢，安尼无殊地自然地呢，自然现前咯、哦。安尼就了解吼、哦。所以我联想到一个开悟圣经呢，伊讲话咯，伊讲哦，人人有个真面目，疏离低阶已见闻，受曲情入入真智，当以言下悟机灵，从此不得还定位，尽别一号绝高金，好庄严的一句。进别一号绝高金呢、啊？吼、哦，咱要听听这句话呢。从此不落凡尘位啊，当以言下悟机灵，这完全是修到一个坎站的时阵呢，临门一批呢，因此见性成佛啊。开悟圣经，一套就是解加，讲你我人人拢有一个真面目哦，三个真面目。就是佛性，但是在见性的当中，必须的条件甲经过呢，爱所谓呢，疏离低阶已见闻呐，无唔对，有当咱听伤济，变成只学性呢，只学问甲低见呢，障碍你见性呢。哦，你也知影，你低阶，你见闻，这是一个方便，和你忽悠开。解迷而已啊，
最后建成时，即个地界甲建文呢，完全爱净化掉，爱移掉啊！哦，这建成的城当下一点不染，万法不立咯。哪来阁有建文？哪来阁有所谓呢？地界可言呢？有地界，有建文，也过众多，众来伫清净佛性。所以呢，古来大德圣贤讲一句话啊。讲因缘显道啊，道显天缘，缘若不显，因缘众多。有有人讲，因语言在显出呢，你的如来众生。既然见到如来众生咯，那么道那显，也就是你性那显了后，那么将这语言爱个显掉。将这地界给牵掉，见闻啊牵掉，你见闻地界无个牵掉呢？因为地界甲见闻，甲这语言障碍的本性哦，注意了解吼、哦，因为有个法定障碍掉的啊，所以永远无得见这光明状的自性啊。所以唔知你讲，人人有个真面目，疏离地界与见闻。哦，就已经讲完咯。受曲情急入真真，当以言下五机灵，好重要一句话。咱人的情急太严重了，五见想过严重，五急障碍你开悟真久啊。你要多将伊情急感情化，下知下见的完全啊扫掉这执着呢，入真真。入真界对所谓呢，见到你如来众生，见到本来的宏光，见到你本来面目啊，也就见到你佛性啊。好、哦，哎，当下言下呢，五机灵，你啊照这话来个用功修道，也就疏离地界与见闻，受苦痛的情执入真界呢。当下你听完了，修道到了。拨云见月啦，哦，魂归呢，月现呢，哦，烦恼扫除，你光明的本性就显露出来呀。当以言下悟机灵啊，但是咩，要悟到你自己的本领，悟到你佛性的先决条件，扫除一切情执，入这境界，所以叫需要。离开这地界跟见闻，这是两个强固力，互你见性的法门哦。你看真济人，哦，讲禅宗也通，哦，讲天台宗也通啦、啊，讲这个所谓呢，任何一宗一派呢，伊拢通。可是伊自己啊，有了想过济，因为这学习学问、地界见闻呢。障碍伊见性的呢，无量无边的呢。所以啊，这大摩祖师讲一句话啊，讲在佛法时代的众生，讲的人非常的多，悟人非常少。哦，理解人非常的多，悟入的人非常稀少啊。哦，恶人非常的多，悟人真少啊，无唔对。你看真济人足有学问的，真济人足有学识的，足济人的理解非常正确，但是这发展拢无得净化掉，哦，无得悟入伊本性之外啊。所以开悟性质唔在你讲，疏离理解与见闻呐，受曲情执入真界啊，当以言下悟机灵啊。从此不落凡尘位啊，进别一号绝高金啊！吼吼，好庄严的几句话啊，就教咱人消除咱修道的众多因缘，消除咱修道之所以未正道的原因，拢都是情执，拢都是地界见闻的障碍开悟正果啊！所以讲有一处啊，哦。讲一老和尚有足济佛法的哦，哦，安尼汹涌烦恼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呐，这苦恼啊，哦，这情绪化，
原来你讲伊负责毋慢嘛，其实捌变较济，但是因为学了伤过济啊，哦，下拢是84000块文学钱的人啊，三中十二部到底学通的人啊，但是伊都无法度建成开悟以外，为安怎来呢？学了伤过济，毋知用对一个法门，也因为伤济法门当中障碍伊理解，障碍伊见闻，障碍呢伊的建成以外啊。学伤济是好，但是你无消化，你无所谓呢，离开你的知见甲见解，静止的位置呢，你想要讲见着你本来的面目，遥遥无期啊！这就是开悟圣境，伊有看到普天之下真济恭敬的法师，看真济参禅的人，伊之所以无到开悟正果原因呢，家己弊病甲讲出来，好多正话啊！来，佮听下好哦。哦，即个话呢，我公正说的时常提出来讲，因对着时下真济参禅悟道人，之所以无到见性原因，就是即个问题个障碍掉的，也就是禅病啊。哦，障碍就是见性机会啊。来听下好哦，讲得超起来呢。人人有个真面目。梳理地界已见闻，受曲情执入真智，当以言下五机灵，从此不得还真位，尽必一号绝古今，好庄严的几句话啊！你就听听有清楚无啊？好，听好哦，用受曲情执入真智啦。这也就是建成的面格的所在，你有感情，会帮助你建成啊。哦，真意气用事人，会将来开悟啊。哦，所以情愈重，对你就愈深；情愈重，沉沦就让你感觉不可思议；情愈重人，束缚就愈暗啊。从有道，情欲降低。正讲啊，善愈悬，道心就愈下沉啊，同款理由。你扫去、扫掉你所有障碍、障执呢，这是个性开悟正果善觉的不二法门啊。哦，这障执若无扫掉为止呢，拢总是呢障碍你见性。哦，你唔相信吗？然后举用一个给你听，在这个。明朝啊，有一个开悟正果的卢昂仙呐，伊外号叫卢状元，哦，这个官老爷啦，哦，因此呢官位非常的大呢，到尾出家修行。那么因为一粒种也无种化呢，所以延迟13年才开悟正果啊。一粒种生呢，何伊呢？哇，等下探访呢，伊在俗的太太甲伊囝儿。哦，感情白掉的，13年未开悟就是未开悟。咁伊看破了后，伊才开悟正果了。那么讲到卢昂仙呢，我稍微甲伊故事讲一下，真趣味哦。嘛，达至你我大家下苦的人，那么上好的写照甲照镜啦。你若听我安尼讲了后，你就知讲，哎呦，感情就白死人哦。感情白住了后，你想要开悟正果？难啊！你想要见性啊 ？Impossible 啊！你想要呢？想要成性呢？永远呢？馒头就算未够。哦，来你听哦。原来老状元要出家以前，有一个因由故成，伊要出家哦。这个故事真微妙啊！原来是呢。老状元伊是官老爷，官做甲非常的大，考虑这状元就对了。那么伊本来就有意向要出家修行啊，对这做县长啦，做这官遐尼大呢，伊无啥兴趣。当然跟多生女交现金有关系啦。这是一人渐渐个升级啊呢，已经有要出世出家哦，这个快名爷就要开化时阵啊，佮加念一件代志促成伊呢。哎，伊来出家啊！我呢，这件代志什么代志呢？来听有，有一次老状元，哦，伊在时食饭饱，
含伊太太、含伊后生，围伫桌顶个呢。食饭饱呢，即卢状元就安尼想啦，等开口讲，讲后生后生啊，哦，你来看，咱呢爸爸，哦，爸爸是爱对啥，做对要囡仔对就丢啦。哦，囡仔十几岁啊，唔捌代志，还袂开窍咧，哦，啊爸爸呢爱子心切啊，望子成龙，哦，那么望女成凤的心态呢非常迫切，所以就要做对让囡仔对，甲教育就丢。我讲，好诶好诶啊。哦，爸爸是爱对啥？照讲，咱爸爸是爱对爸母，爱父爱对母，对不对？哦，结果这囡仔是个幼稚年轻呢，因此咧答未出这对出来呀。哦，啊囡仔咧紧张啊，哦，紧张是旁边阿娘呢，看囡仔紧张，要消毒伊紧张呢，就囡仔甲囡仔暗示讲，甲记安尼啦。意思讲，父爱对母啊，老爸爱对老母啊，爱去做对啊。那么，因老母甲逼安尼哦，结果这囡仔呢，真悔错伊呢。看着因妈妈就逼安尼了，呼，逼出心情来。那么这时阵，这囡仔讲时慢，迄时快呢，就甲因阿爹甲回答讲：父亲对妈妈的人啊，吼，这囡仔呢，甲答讲。父爱对母啊，但是妈妈个基因呢啊，基因进来，囡仔呢当作讲，老爸就对老母灵安尼啦，吼，因老爸气着哩，咁样咁个闹冲起来呢，连连摇头讲，这囡仔咁高，这囡仔咁会教你啦，气甲唔知要安怎讲才好啦，吼，那么就是要巴雷呢，因老母个哪吒，囡仔够喜欢，囡仔够喜欢啦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哦，你大人抽囡仔袂使哦，吼、哦，佮替囡仔讲话啦。阿娘不愧是阿娘，真有爱子心切啊。讲过来，佮做囡仔对，哦，即对无多，佮对别项还是佮对 A 啊。好，因老爸佮讲讲，好，原谅你，佮做一个对，你对哈。天是对啥？天照讲爱对地，对唔对？天地嘛，我害囡仔对无落来。看因老爸叫天去呢，用啊天都看袂到啊，一片青青啊，天顶够云啊，哇，搭无落来，无开窍。那么这时阵呐、啊，老母看囡仔伫紧张、惊吓，哦，因此个为囡仔解围啦。准呢，伊个脚呢，哦，准为涂骹站两下呢，哒哒哒哒呢。囡仔连忙嘞，看涂骹里。意思，因老母暗示讲天爱对地啦，遐拄好。这涂骹的时阵点点点，涂骹都一步加塞哩啊！吼，你囡仔看到这步加塞就赶紧答出来呢，讲天就对这步加塞。吼，因老爸在气着吼，无脑冲去，吼，强要掠狂啊啦！想要甲巴落去，因老母个哪吒哩？吼，你是看麦啊？那么伊就咧讲，这囡仔还可以教你啦。哦，恁爸是靠着状元做个馆长呢，生到这个囡仔是怎样哦？哦，你怎么样讲较好？那讲好得个出好顺啊，或者好得个出歹顺，哦，气个噗噗跳。哦，那么因老母讲啊，唔免紧张，唔免紧张啦，大只鸡好啼啦。我讲个，因是讲大只鸡好好啼呢。哦，因老爸个怒气样，气者呢。出家去啊！你想看咩？为着囡仔，你教未开窍，教到几百刀血啊！无耐性个教，哦，那这卢状元因此呢，本身就无啥意向要做官，要出家啊！个囡仔气一个呢，因缘都成熟，就出家修行去咧。你想看咩啊？到尾啊，更加趣味啊！伊出家了后，就专心伫山顶用功修道哦，非常精进。那么一天吃一撮饭尔，买一个山菜啊，哦啊，煮饭煮饭是欠饭的呢，伫啊度过13年啊。那么逐天闲的时就参禅五道，五道参禅呢，非常的精进，但是始终未开悟啊。
什么理由呢？常常有一天的时候，在山顶去自禅哦，伊一粒心存升起来。我已经出家13年啊，照讲呢，镜头压压算一算的呢，我的后生运动的是要20磅会有啊。唔知家庭变化甲安怎，后生状况如何，我的夫人的状况唔知安怎。卢状元在这时阵一点的情生起呢，只是一个车呢，哦，日本呢甲伊家行等的呢，哦，安尼看看了。哎呦，我的厝在边个呢呀？富丽堂皇啊，家财万贯啊，搁厝的头前，搁有5、6位的侍卫啊，顾条条。呜，原来呢，伊搭话机呢，问迄个侍卫啊，讲这是啥物人刀啊？这罗红仙伊后生考了状元啊，伊个囝考了状元啊，因老爸就出家去啊。哦，因老母真慈悲，真有爱心，哦，教育伊子女，然后考状元呐。我就是伊部下，是威啊。哦，伊真感人哦。然后甲迄是威啊讲讲，麻烦你甲夫人讲一下，哦，讲外口有一个呢，啊，互相要见呢。然后这是威啊，转去甲因夫人讲，因夫人呢，向阳也无想讲这是因翁呐。然后呢，转讲。这个互相可能就是呢，爱一个米啦，无呢，你就用几斗米给伊啊。好、然后这侍卫啊，依教奉行啊，遵命奉旨啊呢，准摕一寡米呢，要给这个互相。这个、出家人伊无个接受。然后呢，这个侍卫啊，佮走去甲夫人讲讲，这个出家师，甲大花布教呢，伊唔走呢，过来斗米给伊，佮唔走啊。然后因太太讲，可怜哦，爱钱啦，咁啊，几千钱好伊呢？我摕一几千钱呢，来摕互这和尚，佮大花布做。吼、这是要讲几百刀会变咁生起呢？然后这出家人哦，伊就知讲，哎呀，这一面无成色啦，佮无是毋是讲，你夫人既然都要见我一面吼，你一张纸互我，一支笔借我一下。我写一字条啊，将这字条你传给我的夫人，啊，传给这夫人就好。然后呢，伊就伫纸上写四句字哦，来看好。因讲13年翻过家园，刀米千钱我不收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不为儿孙做马牛。诸位看清楚无啊？这就是分明甲恁讲啊。伊讲我出家已经13年啊。哦，向阳生一个情呢，然后直奔到我厝当来呢，看我家园呢，比以前搁较清雅，比以前搁较风光啊，好富丽堂皇啊。13年来翻过家园啊，等下过用，然后讲讲。刀米千钱我不收，我唔是为了钱来的，嘛唔是为了米粮来的啊，我唔爱甲你收。吼、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我的后生啊，甚至我后代，我的儿女儿孙呢，自有儿孙的福报啊。我13年前看我囝呢，遐尔啊不争气啊，13年前看我囝遐尔戆啊，是未到儿孙自有儿孙福啊。像阮太太讲的，讲大家皆有体啊，结果真正的靠状元呢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唔通为了儿孙做马牛啊。然后因太太接了这个字条了后，唔知要哭还要笑，原来这是13年前我的红婿啊。那么这暗示着呢，因的太太讲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唔当为了儿孙的做儿孙的马牛哦，你还好好用功修道哦，参禅悟道哦，爱了办你的生死哦，生死轮回会路真危险，爱修行下。第二条呢，暗示着伊夫人爱修行啦。哦，所以普天之下，咱所有全国人民百姓呢，咱有感想无啊？
人生的遭遇，你有感想无啊？你历尽沧桑，吃尽苦楚，是不是有了呢？这修道的努力无啊？唔免烦恼啦，儿孙自有儿孙福啦。唔但为了儿女呢，在做美牛啊！好，再念一遍哦，来看好。十三年翻过家园，刀米千钱我不收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不为儿孙做美牛。你自告清楚无啊？这千千万万修道过程当中，修行是本分事啊。咱的儿孙有儿孙的福报因缘，咱唔免甲操劳烦恼遐济，唔免欠欠遐济，赚偌济钱要有儿孙，唔免烦恼，互家己拍拼就好。凡是福报以后比你较大嘞，你好啊，为你自己的生死，好啊，用功修道是上要紧的啦。千万忙做儿孙的买牛哦，你注意清楚吼。哇，那清楚呢，时间都到咯。会见哈，那明仔载呢，建成幸福的法门，地高天呢，同时间再会。